围城。是的，总共入围了最佳剧片、导演、男主角、男配角、摄影、视觉效果、造型设计、特殊设计、剪辑九项大奖，欢迎！哇，帅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，有请有请！哇哇哇，来来来来来，王学习王学习，好久不见，哎，有请有请啊！来来来，哇，我们的团队，来来来，我们来，我们稍微往前面站一点，没关系。哇，而且我们知道，来来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站一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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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聚集到中间的位置。帅哥，这都来往前面站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你往前面站，对对对，大家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王学习啊，这个去年梅兰芳就得到这个男配角，对，这一次呢，强势问鼎男主角，对，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机会可以？学习哥，来来来，学习哥，来来，觉得今年获奖的机会怎么样？我觉得有那么多项提名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荣幸。我觉得能够参加就已经得奖了，说了太好了，参加就算得奖了吧，对不对？是，当然最重要的谢霆锋，你太帅了。这一次，十月围城里面角色相当的特别啊，跟他一般这个偶像的感觉是很不一样，完全跳脱。对自己心情怎么样？觉得有办法得奖吗？这一次？参与一下嘛，其实也没想太多，但是很开心在台湾出现，而且。你好帅，你不要乱放电，试着想要放电啊，对他示爱，好，非常欢迎你们，再次欢迎你们，谢谢，祝你们得大奖，谢谢，预祝你们得大奖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有请，谢谢，帅帅帅，哇，大家都疯嘞，刚刚有一度我们两个都就觉得有点懵掉的感觉，有点懵掉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啦，后面仍然有更多的巨星会来到现场啦，是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到我们第4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星光大道。